健康一身轻，越看越年轻。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一身轻。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知识的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石瑞川医生。欢迎石老师。欢迎石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健康女主播是金航。大家好，我是金航。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在网络端为大家服务的是你的大莹莹啊。大家好，我是你的大莹莹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联系哦。桌上一盘拍黄瓜，那是独属于夏天的仪式感呢。但就是因为这一盘拍黄瓜，最近呢多家餐馆都被罚了。拍黄瓜如此家常的一道菜，却令安徽合肥多家餐饮企业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罚款5000元。至于原因，则是从业者不具备冷食经营资质。也就是说，不管是做拍黄瓜还是拌木耳、拌花菜，饭店只要做凉菜，都需要准备单独的带封条、有冷藏条件的隔间，更要准备单独的菜板和刀具，否则这凉菜就卖不得。被罚的多家餐馆就不具备这个条件。不少人都觉得这要求有点不可思议吧？还得给凉菜单独整个窝？您瞅准了啊，这个呢是对餐饮企业的规定，不是您自己家。这餐饮企业开门营业，服务的人更多，更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那要求指定得更严格啊。其实凉菜呀，咱还是以这个拍黄瓜为例哈，要是存的不好，拍的不对，不光是饭店，就是您自己家做，也有可能成为危险品。别不信啊，看新闻呢。37岁的钱先生是江苏扬州人，自打进了夏天，凉菜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主角。这天中午，他照例做了几个凉菜，没吃了，但冰箱快满了，放不下，他就用防尘罩把凉菜罩上，放在了餐桌上。可谁知晚上吃完这些凉菜后，钱先生两口子开始轮番上吐下泻，紧急就医后，他俩都被确诊为大肠杆菌导致的肠胃炎。广东公馆44岁的吴先生最近媳妇儿出差了，他不太会做，就每顿拌点凉菜。这天早上，吴先生发现昨天吃剩下的凉菜忘放冰箱，闻一闻没坏，就都给吃了。谁知还没到中午，吴先生就晕倒在单位，被同事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吴先生的肝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医生分析，问题就出在隔夜凉菜上。凉菜在常温储存下滋生了椰毒假单胞菌。两位朋友凉菜没吃了，都没放冰箱，结果再吃啊就都出了问题。凉菜没存对，为啥杀伤力还可能挺大呀？新闻里边的这位钱先生和吴先生都挺喇乎的，剩凉菜就搁常温下放的，那能行吗？钱先生两口子吃出毛病来了吧，肠胃炎啊。吴先生肝肾都受损了，你就说这样的事儿算新鲜事儿吗？这样的事儿其实在夏天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急诊科能接触到很多这种急性肠胃炎的患者。那前面第一个病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例。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整个症状比较轻，但是在一些极端的病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患者病情比较重，可能肝肾重要的脏器都会受累。虽然没放冰箱啊，但是呢这个新闻中的钱先生和吴先生啊，都把这个菜呢用防尘罩给罩上了。这咱小时候家家户户都这么干哈，这怎么罩上了也是不防止这个细菌的滋生吗？对呀，这个钱先生两口子他们这个肠胃炎是因为大肠杆菌引起的，那让吴先生肝肾受损的呢是椰毒假单胞菌。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理解，为什么罩了防尘罩还会有细菌呢？是因为细菌它并不是外来的，这样一份做过的菜，在这个夏天这种高温的情况下以及时间的发酵下，其实它变成了一个细菌的非常好的培养的环境。所以不是说我加了防尘罩这个菜就没有问题了。而且凉菜从我们实际生活经验上来看，在吃这个凉菜的时候，第二遍往往都不会加热。肯定不会加热呀，凉菜凉菜，我第800顿吃我也不能给它加热一遍呢。所以说细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繁殖的情况下，凉菜第二顿我们又不会加热，或者是简单的加热之后又没有热透，所以这些细菌无法做到完全的消灭掉。所以我们在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吃这道凉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大量的细菌繁殖了，所以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钱先生和吴先生这两家都是遭遇了细菌的侵袭，这个细菌和细菌不一样的，大肠杆菌我们经常会听说，对吧？
但是椰毒假单胞菌，这个好像就说起来都很拗口啊，他没怎么听过。他俩杀伤力明显不一样哈，一般吃坏肚子是大肠杆菌居多哈，就会让人上吐下泻。那这个椰毒假单胞菌怎么还能伤肝伤肾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因为不同的细菌它的来源不一样，它所造成的一些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像第一个病例当中我们见到的，它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消化道的反应，上吐啊下泻这样的反应。那么这样的往往是由于大肠杆菌引起的，大肠杆菌它往往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中，从婴幼儿出生下来它就会随母乳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伴随我们一生。但是我们见到的急性肠道炎，往往这样的大肠杆菌都是外来的致病性的大肠杆菌，那么它会在我的肠道大量的繁殖之后引起了一个上吐下泻的表现。而第二个病例，它这样比较严重的反应是因为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病菌引起的这个比较严重的反应，它们是不一样的细菌引起的，所以是不一样的结果。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椰毒假单胞菌。椰毒假单胞菌最常见的，我们东北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呢，就是有酸汤子，还有老百姓经常泡的木耳、泡的银耳，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是我们互动群朋友也是想起来了哈，就是说之前这个有新闻说黑龙江有人就吃这个酸汤子中毒了，还有人因为这个木耳泡发的比较久也中毒了，好像都是因为这个椰毒假单胞菌是吧？是的，没错。我们单纯来讲，这个椰毒假单胞菌它本身不会引起这样严重的后果，只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细菌它所分泌的一种物质叫米酵菌，这个米酵菌素它会引起各种不良的后果，比如说会损伤肾脏啊、损伤肝脏啊、损伤心脏等等损害。椰毒假单胞菌它所引起的一些主要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有上吐下泻、乏力，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休克、神志不清等等，可能会损伤到肝脏，引起肝衰竭以及各种各样的出血，那么杀伤力是远大于大肠杆菌的。我记得之前那个新闻啊，真的是全网的热搜引起的轰动，尤其是北方的伙伴啊，听完之后都是觉得有点后背发凉，因为他们全家一共应该是9口人，然后吃完了在这个冰箱的冻箱里边放了能有一年的一个酸汤子的块儿，一个面团儿拿出来缓完之后，然后又重新再吃了。当时对这个事儿记忆特别深刻，因为网上最开始出的声音，比如说是什么盐的中毒啊，是不是这个肠胃炎拉脱了，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啊。所以最后呢有权威的部门出来了，说是有这个椰毒假单胞菌，包括吃木耳，因为木耳跟我们的生活很近，木耳泡的时间长了也有椰毒假单胞菌、米酵菌酸，让大家伙真的很害怕。那椰毒假单胞菌是不是只有在酸汤子里面和木耳里面这两个跟我们生活相近的食物里才有？吴先生的凉拌菜里边是不是有木耳啊？因为当时这个新闻的全文没有阐述的非常清楚，但是椰毒假单胞菌它最常见的有木耳、银耳以及包含淀粉类的食品，所以我们猜测也许吴先生他吃的这份凉菜当中可能含有木耳或者是其他含有淀粉类的食物。我看新闻里的吴先生特意去闻了闻，没有什么异味啊。那么椰毒假单胞菌其实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所以我们单纯从嗅觉上来判断它有没有变质，这个并不是十分准确的。看来这个吃剩的凉菜加上常温储放哈，简直就是妥妥的危险升级啊！但是呢，放冰箱啊也不那么靠谱，冰箱呢也不是保险箱，凉菜吃不完，即使放冰箱也不能超过多长时间呢，老师。其实我们是建议凉菜如果实在没有第一顿吃了的话，我们放进冰箱尽量在当天都吃完，尽量不要放到第二天再使用。凉菜吃不了的话尽量别拖太久，不能常温存放，一定记住啊。做凉菜时有个细节，大家伙虽然知道就是不重视，到底是什么细节呢？我们从这两位朋友的描述里边找一找答案。对别人来说呀，雪糕冰淇淋是夏天的仪式感，对我来说蒜味的西瓜才是夏天的仪式感。我妈总拿着切完蒜的刀啊给我切西瓜，当然了那刀切蒜之前她还切了菜，而且切西瓜的菜板和切菜的一起用。我在闺蜜家吃到了鱼腥味的哈密瓜，没错，就是那个刀啊，刚切完鱼拿水一冲又给我切的哈密瓜。我说切生肉的刀不能切水果，他说都拿水冲过了。最近广东佛山一名6岁的男孩在幼儿园体检时查出了肝功转氨酶升高近20倍，父母赶紧带孩子去了医院，检查后发现孩子的肝吸虫结果竟然显示阳性。经过询问后，孩子父母说家里不管是做肉还是菜都是同一套菜板和菜刀，大概每半年到1年才会彻底清洗一次。
医生说，男孩之所以患上肝吸虫病，很可能与菜刀菜板长期生熟混用有关。所幸救治及时，男孩的肝功能并没有出现损伤。哎呀，你看见没有？我想很多朋友心里都有数了，菜板不分生熟嘛。哎，不分生熟的菜板为什么这么危险啊？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请石老师好好帮我们说一说其中的危险程度。健康一身轻，下节更精彩。肝吸虫病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它危不危险呢？引起肝脏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切完生肉的刀和菜板用水冲一冲行不行啊？两斤生腌虾下肚，急性肝衰竭。经历了一个中转站，就是护肝。护肝不能自愈啊，小陈怎么这么快就发展到肝衰竭？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轻。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一身轻，越看越年轻。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好，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石瑞川医生，欢迎石老师。欢迎石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因为家里的菜板和菜刀长期的生熟不分，广东佛山6岁男孩染上了肝吸虫病，您遇到过这种病例吗？我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但是从新闻报道上来说呢，这样的病例往往更常见于广州、广东、广西这样的地区，还有包括云南大理地区，就是因为这样的地区他们往往是临近内湖、内陆湖，他们这样的病例发生呢，通常是因为食用了淡水鱼。那这个肝吸虫病到底是什么毛病啊？它危不危险呢？肝吸虫病呢，它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这个寄生虫呢，往往是它寄生在了淡水的鱼虾螺体内。当我们生食了这部分淡水鱼虾之后，这个幼虫就进入到我们体内，在肠道进行繁殖，然后在我们的肝脏进行了定植。这个寄生虫它本身就会引起肝脏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肝脓肿，比如说胆道感染，都可能会出现。肝吸虫啊，虽然说大多是寄存于淡水鱼上面，但是我觉得这生肉上面应该也有这种寄生虫吧？对，没错，我们看到的生羊肉、生牛肉都可能会有绦虫、弓形虫这类的寄生虫。寄生虫其实有很多种。我们互动群一位叫笑哈哈的朋友提问了，他说：“那我切完生肉的刀和菜板用水冲一冲行不行啊？还是每一次都得高温消毒啥的呀？这个肝吸虫该怎么杀灭呢？”单纯用水来冲洗这个菜板、菜刀，这个是肯定是不可行的。绝大部分寄生虫类的病原体呢，可以用100摄氏度的水进行杀灭。我们还是建议对于这样的菜板、菜刀进行开水消毒。那么同样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大家家里都会养一些小宠物，我们不要用生鱼的鳞片呢、鳃呀喂食我们家里的这样的小宠物，因为小宠物也可能会被寄生虫感染。大伙儿可记住啊，无论是菜刀还是这个菜板，咱们一定要生熟分开，这样呢才最保靠。另外呢，互动群有位朋友呢给咱们发来了一张他们家菜板的照片，就是虽然呢不是混用，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这个菜板啊缝隙都发黑了，自家老妈节省惯了，不舍得扔。那这么用是不是对身体也特别不好啊？陈旧的发霉的菜板其实是对家里人的健康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菜板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会存在缝隙啊、沟壑，这里边是一个细菌滋生非常好的条件。那么大量的细菌滋生对于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不少朋友喜欢吃卤煮哈，师傅呢就是从锅里捞出来哈，在墩子上改刀，断一份呢，随手就把这个菜刀啊关木墩子上。这习惯是不是也非常的危险呢？对，您说的这个呢，其实是热菜改刀，但实际上热菜并不是无菌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时间呢、温度啊，都是细菌繁殖的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对于这样的菜板，我们是建议最好能有条件每周消毒一次，比如说用热水来煮，煮15分钟以上，或者是如果菜板不适合煮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和洗洁精清洁之后放在阳光下暴晒。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里常用的菜板最好1到2年就更换成新的菜板。咱们说了凉菜啊，你要拍黄瓜，如果拍不对拍不好的话，存不好的话，都可能引发你的这个健康问题。另外我们的菜板生熟要分开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定期更换啊，那个东西是损耗品，不能是当着祖传的家传宝，能传给好几辈的啊，那个不行啊。说完了凉菜吃不对引起的风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爆火的川西风美食。嗯，好神
像吃肉类的果冻一样，看看这白白滑滑细细嫩嫩的肉，夏天吃生腌感觉特别清爽，对吧？要问最近啥最火呀，那必须是生腌海鲜了。香脆可口的海苔片包上喷香软糯的米饭，再放上一个鲜嫩的生腌虾，岂不是妙哉？不少朋友啊，即使面临着寄生虫的风险，也管不住肚子里的馋虫，对生海鲜的念想那还是断不了。我真的知道吃生是不好，尤其是生海鲜，但我真的好这口啊，所以寄生虫这仨字儿，阻拦力度不够。晚上睡不着，我就爱刷短视频，看吃播大口大口的吃生虾、生鱼片，还有各种蟹，哎，给我馋的呀，哎，恨不得赶紧就吃一顿。我从小海边长大，对海鲜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他们就在石头缝撬生蚝，坐在石头上就吃，或者新打捞上的海鲜，简单腌一下入味儿，绝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有啥事儿啊。27岁的小陈是浙江人，这一天他上网时被首页推送的生腌虾吸引住了目光，几个吃播视频看下来，小陈彻底被种草，当天晚上就买了两斤虾，都做成了生腌虾，小陈一口气全吃光了。可第二天一早，小陈突然感觉浑身无力，胃口欠佳，眼白也泛黄，皮肤变成了蜡黄色。到医院就诊后发现，小陈肝功能受损，是戊肝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肝衰竭，罪魁祸首正是前一天刚吃完的生腌虾。经过抢救，小陈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两斤生腌虾下肚，你看看现在急性肝衰竭这是怎么回事？从吃生海鲜再到发展成肝衰竭，其实小陈他经历了一个中转站，就是戊肝。那么戊肝最常见的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不解饮食之后可能会感染一个戊肝。可是刚才呢也有网友说了哈，小的时候呢爸爸他们就在石头缝撬生蚝，坐石头上就吃，或者啊新打捞上来的海鲜简单腌一下入入味，哎呀绝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事儿呀。那个时候呢网络并不发达，这位网友的爸爸他生吃了海鲜没有出什么问题，不代表别人同样也不会出现问题。其实戊肝是一个感染率非常高的常见的疾病。虽然说戊肝能吃出来，但是说这戊肝是不是能自愈啊？小陈怎么这么快就发展到肝衰竭呢？那么一个简单的戊肝可以马上发展成肝衰竭吗？并不是很常见。戊肝其实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大部分患者在感染了戊肝之后，他都会通过自己的代谢能力自愈，但是也往往伴随着一些基础肝病的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出现黄疸啊、乏力呀、肝衰竭这样的结局。主治医生表示，因为小陈有脂肪肝，这次的戊肝病毒让原本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肝脏雪上加霜，导致了急性衰竭。现在社会面上感染率比较高的乙肝、甲肝、丙肝以及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往往合并了这样基础疾病的患者，在感染了一个戊肝之后可能会肝衰竭。那么同样对于孕妇来讲，戊肝的感染也是比较危险的，孕妇感染了戊肝之后也可能出现胎停、死胎等严重的情况。